那其实因为也是整个就是里面是最小的嘛，就是会不会就是几个前辈姐姐哥哥们会比较关照你一些？会，他们都挺关照的，对我很好。其实看一开始节目的时候，就是你属于比较慢热，就是话不多的那种类型，是不是后来慢慢的熟了之后，就可能说，就也会跟大家会开开玩笑啊？对，现在就是大家都是乱怼的那种，就是因为之前不熟的话，还是会自我保护比较强一点。不想展现更多的自己那种。就是后来大家彼此信任熟了之后，就会敞开心扉这样。